I'm about to tell you the story of my life. More specifically, why my life ended. If one thing had gone differently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maybe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People were starting to talk. I had to do something. Whatever Hannah thought she saw, she lied about it. Maybe I'll never know why you did what you did. I can make you understand how it felt.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just press play. Hey, 你好，我是安思丽。今天呢，我无法用像之前一样比较轻松的方式介绍连续剧，因为今天我们可能会谈论到一些比较严肃，甚至是比较沉闷的话题。然而这些问题呢，可能都存在你我的生活之中。今天我要介绍的连续剧是汉娜的遗言 13 Reasons Why。 汉娜遗言是由 Jay Usher 的同名人气小说所改编，再由 Selena Gomez 的人担任制作，再由 Netflix 所发行。这部连续剧是由汉娜的口白以及男主角的视角，用回忆和现在式交叉的方式所呈现。故事一开始是男主角 Clay 在家门口收到一份不知名包裹，而包裹里装着写有1-13的旧式卡带，里面的内容正是汉娜在生前所录下她自杀的13个理由。在录音带中，汉娜也希望这些卡带能够继续传下去，让这些人知道他们做出他们认为无所谓的事情是多么伤害一个人。也许你只是想在班上再有一席之地，或是获得感觉很厉害的朋友，而去欺负班上比较边缘或是比较孤僻的同学。可是你有想过你的这个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一辈子的伤害吗？可能会认为说出一句话或是在网络上发布一则好像你觉得无所谓，但其实那会像是一把利刃，直直的捅进被害人的心里，这就是霸凌。为什么我会想来介绍这部连续剧呢？因为我认为霸凌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无论是言语上或是肢体上，网络上的谩骂也是霸凌的一种。就说言语和网络霸凌就好，也许你认为你说出了一句话，或是用键盘打出一句貌似不用去负责任的言论，那都可能成为压垮某个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社会版新闻那么多因为霸凌而自杀的人，我们还要再继续忽视这个议题吗？人都很健忘，当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就会很快忘记别人的悲伤。这部的稿子我真的写得非常的煎熬，常常写到一半想到剧情我就鼻酸，而且我一直在考虑着到底要不要讲这样的议题，毕竟这样的话题还是非常的敏感。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呢，我们还是要把它说出来，甚至是表达出来。非常感谢这部连续剧让我有这么多的感触。现在的我非常的期待第二季的播出。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介绍，如果喜欢我的介绍请帮我点个喜欢让我知道。想看我更多的分享吗？就要记得订阅我。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拜拜。 Looking from a window above, it's like a story of love. Can you hear me? Came back only yesterday. I'm moving further away. Won't you need me? All I needed was the love you gave. All I needed for a